有，哦，我因为我只要动到一点，它就会断掉，奇怪。嗯。我来往前。侧倾上重，好。哎、欸，刚讲完他就放下侧倾。OK 啊，嗯，了解。亚波利文，对。对，不对不对，黑子竟然是那个看守者的，嗯，对，不一样，我觉得这样蛮好的、啊，你说我会选哪一边呢、啊？我应该选亚波利尔呢、欸，你会选黑子，嗯，我觉得都蛮帅的这两边。哈哈哈哈应该不会，应该变成是都可以用，我觉得，就是你要哪个形状都可以。只有一个仲裁、欸、也可以、啊。刚才那个你们那个朋友，那个朋友叫什么？你们直接，啊好，叶生，他你刚才直接卡在外面是对的。走进来，他刚才直接卡点。这是好事啊，帝王受伤了。哎呀，好窄的地方，将军好吃亏。亲戚，哎，谁进来？哦，没有。捂住耳朵。哎、欸，你被拖出去！哦，是，他直接变灰烬。哦，来来来，这你们怎么？好，我们的看守者，我们的征服者有危险。OK， 好，我先到他家密一下。有了，好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对，你们走前面，哇、哦，是哦，那个声音好酷。快，让他们变灰烬吧。
对，让我来第一场，你们可以吗？我要给你们盾吗 ？OK OK OK。来来来，我回去，要站了站了站了，最后一区了，有个发光的，怎么回事？好 ，OK， 我尽量往，我尽量上上轻上重。对，我就是帮你们加精力就对了，我往后才是让你们加精力。对，好，哦，看守者复仇、哦。好。哎呀，不行，给盾了。嗯，快，那个看守要死了，死！看他死了就不会再复活，对不对？哦，是啊。真的会看到的，跑好快、啊！对，过了过了，哇，这次很快，蛮快的。嗯，好，都来就对了。对啊，1月9号，好像1月9，对，对啊，好玩啊，其实我一开始以为，其实工程一开始也是这样的感觉，只是大家突然大家都不怎么排工程。20，最慢最慢也是30分钟。哦，被烧。对。可是我还没第一技能呢。对。我是。我很久没有玩仲裁，啊，你很多个主角，对不对？4个。什么都要那种。好，有可以了。嗯，啊，这个怎么还没死？哦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嗯，你在后面等我。对，我靠，两个活动。OK， 有了，他从不一样的地方来。所以，我应该跟你一样用那一招，就是远离战场加命。
对，有了，对，对。起活动也是很有趣，哎，对，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很想玩工程的人，对，我也是啊，帝王负伤了，嗯。对，哎，我的命也不多了，可以可以，让我加个鞋。好，这两个都会体术的。而且我们又进了，前进了 ，Go！ 在我们在边边打，对，我们在边边打。哦，我都先招架，让他们。哎。哦，你说女侠，你女侠那边。嗯，好，快了快了。对，杀光了，杀光了。很快，这次好像打更快。准备喽，要过喽。过了，过了。哇！我先扔个炸弹。嘿，等大家来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对，我让这个黑石大领主推到外面去，你们打那个。推他就对了，有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哦，他们不会被体术攻击耶，他们不会被体术影响。哦，是你讲，真棒。好。对，哎，过了，哈哈哈，好快啊，过了，有征服者多重要，哎，这好多好多东西哦，可以走出去。